只要咱人的心吼，咱这个意乐吼，咱也无去调整，咱安那制定咱的法律吼，拢安那，拢有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对不？其实即卖社会就是安尼，所以真正会当改变着咱即卖社会，是爱对咱的人的心吼来开始来改变。只要讲伫咱的心，就是咱的意乐内面吼，会当去。制止咱的恶念，安尼才有法度吼，真正去制止着讲咱的行为。因为咱的行为会表现出来是虾米种的行为，是因为咱的心内有虾米，咱自然咱所表现出来的行为，也是讲咱的语言，好，咱讲的话，伊就是虾米。啊，所以真正咱要去学的是要学讲要安掌握着咱的心念，啊，这才是重点。啊，咱要掌握着咱的心念，上重要的就是咱爱对咱的业果啊，吼、哦，业果一定爱有真正确的熟悉，吼、哦，咱才有法度他去把握着。所以第一就是爱先去了解着讲吼，因业甲缘业有啥物种差别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嘛先甲大家介绍，啥物叫做因业，啥物叫做缘业。因业吼，即个因业就是讲吼，咱所做诶心口意诶即个行为，伊所造成有。一种的势力，这种的势力有一种力量，会甲咱牵绊后边，咱要去受生、投生着倒一道，这叫做因业。咱若是即马所做的是善法，安尼后边咱善法，咱即马做善的这个力量，伊就会有一种牵绊的力量，甲咱牵绊吼，咱即世。咱即世业报若真诶时阵，会当甲咱牵绊，互咱投生去好诶所在散去，就是达互咱牵绊去，可能投生伫做人，哦，啊是升天，哦，即多种就是啥物善诶因业，即种叫做因业。所以因业吼，伊是一种诶善法，哦，过来，如果咱做诶是无善诶，咱可能就是啊，讲白贼。讲你，咱讲即马台人放火，可能咱一般是袂啦，啊，毋过台家台啊加减啦吼，啊台放啊迄是定定啦吼，啊，即种诶，就是拢是安那因业，即种拢是算不善法诶，即种诶啊因业，即种因业，互咱伫即世人，咱即个业报身尽诶时阵吼，会当有一种诶牵绊诶力量，即种牵绊力量是咱无法度去制止诶，伊会互咱牵绊去吼恶诶所在。吼，地狱也是畜生，也是五鬼，会当甲咱牵绊去遐，即种个叫做因业。所以咱而且咱会使知影讲，即种个因业吼，哦，即种个因业是一种吼真强个力量。所以咱着爱真注意啊！咱平常时咱个起心动念内面，不管咱个心口意，咱所做作个行为，如果咱是真强的心念去做善，还是做恶，这种的力量会变作咱一世人了后一种真大的牵绊的力量。这种力量就是注定讲咱过来要去投生伫倒一道。啊，咱也是讲真打拼念佛，啊，你念佛这种的力量，伊就是安那真强。这种真强的力量，就会当予咱一世圆满的时阵。伊个力量会当强加牵绊着咱去投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如果讲咱念佛的力量吼，若是无够强，你其他个不管是善业的恶业，伊个牵绊的力量加较强来讲吼，你临命终的时阵吼，嘿，要去投生去倒位，有影大家拢会往生啦，不过往生去倒一道唔知影尔。你真好诶，善业可能甲你投生，互你投生去，搁继续做人，还是讲互你升天。啊，毋过你搁做人搁升天，无一定是真好呢。虽然你搁做人去做国王，还是去啊生做王子、生做公主，诶，啊，毋过你敢知影，做一个国王哦，
咱讲福报真大，啊，毋过伊做国王了，以后造业嘛会真大呢。嘿，虽然伊真好心讲我要维护，讲我国家，啊，毋过伊安那，伊甲人战争个时阵，是毋是杀真济众生？所以伊做一个国王以后，伊要造身造业啊，其实吼造恶吼啊，伊个即种个啊力量吼、哦，影响性会非常个大。所以咱若过来做人嘛，无一定是真好，除非咱有学佛，无咱毋知影即种业果吼。啊，你去做人，也是升去天顶啊，再享受了，嘛是阁继续阁对落，阁过来轮回。过来第二种，咱爱去熟悉，就叫做满业。哦，即种个满业。好、哦。满业甲阴业啊，无同款的所在吼。满业吼，伊无一定是善业，嘛无一定是恶业。伊就是予咱吼，咱阴生去投生伫倒一个倒一道了后吼，满业就是去圆满迄道，圆满咱伫迄道所受的果报。所以这就是安那现主是咱即马生哩做人是安那，有个人较好业，有个人较善家，啊，有个人即世人咧，即世人伊个命运咧，哦，拢较顺时，啊，有个人即世人个命运咧，啊，坎坎坷坷，安尼风波一波搁一波，啊，敢那一劫搁一劫啦，过未完个劫啦，哦，啊，即种就是过去世咱所做个冤业。这种的冤业无一定是善，也是恶。所以讲，如果讲啊，咱过去所做的业，真强的善业甲恶业，伊会变作一种阴业的力量，甲咱牵绊去生日倒一道。啊，其他呢，你遮个懒懒散散遮个善恶业的，伊会变作啥冤业？就是不管你投生去倒一道的时阵吼，伊都会去圆满你迄道。你伫遐所修的一切的境界，哦，你遮里里扣扣的啊，懒散的啦，啊，这些小善小恶啦，啊，所以咱伫遮都爱真斟酌啊。咱平常时，咱莫想讲吼，我这虽然无做啥物大善啦，啊，毋过吼，我说大恶我嘛无做啦，大善大恶无做吼，只是讲吼，咱的会影响的是咱的啥因业尔。咱后边要去投生倒一道尔，啊！如果咱这小善小恶吼，这里里扣扣、懒懒散散的吼，这你若无甲轻轻悄悄好势的时阵吼，后边不管你投生去倒一道吼，可能吼啊，你拢过了袂好势。安尼了解吼，所以咱即世咱若是过了无啥好势，咱就爱去忏悔讲，咱虽然吼无做啥物大恶啦，啊，毋过吼咱懒懒散散咧加减做了袂少啦。啊，所以才会轻轻的，咱才会冤业吼，咱即马拄着。你需要做头前较听有，你要坐较头前一下无？会寒吼，头前只较袂遐冷，可能系窗仔门遐一间风，窗仔门一间风。无要紧，大家拢食会老哈，大家食老就知。就是我们要多体谅啊。等到咱食有迄个回就咱就知影讲哦，啊，老伙仔就是安尼啊，老皮袂开风啊，老骨健康康，啊，就风吹一下就安尼咯啊，吼。较食烂吼，嘿，好，啊，若大家有啥物需要，爱互相讲出来，不要紧啊，吼，大家拢一家人吼。所以阿杜阿讲啊，咱即个观念，所以而且咱就爱知影，真直接知影讲吼，咱平常时袂当吼啊去招闪着。咱遮个日日刻刻遮个善恶业，嘿，莫想讲，这一世人尔啊，我等要做啥物大善，我等要做啥物大发心、大布施，我才来做。你平常时布施给人家一个微笑，给人一个笑容，这嘛是真好个布施哦。也是讲哦，人咧创啥一个，甲伊帮助一个，哦，参加做哦，有啥物你看，大家咧甲招呼一个，这就是一种个善业，所以你看人啊，弥勒菩萨吼，弥勒菩萨
那西里有供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咧边啊有两个对联呐，啊，一弥勒菩萨边啊两个对联内边，伊就是写讲安那，嘿，唔是皆大欢喜啦，伊是写讲哦，诶，今生人见喜欢者啊，前世见人欢喜故啊，哦，诶。这个看不清楚，哎，你若看不清楚，你也再调一个位吼。啊，他说呢，今生人见喜欢者。前世见人欢喜故，哎，前世见人，哎，我可以去，哎，该擦的没擦，去擦到，哎，这个。现在重新弄好了，对他还没有很熟啊。今生人见喜欢者，前世见人欢喜故。哦，其他啦，有个人见，咱大概看到的啊，其实是一个无真古锥暗哎翻吼，啊，哎，其实是一个无真古锥暗，搁奈看到人，大家真介意，哦，哎，因为一过去时吼，看到人就安那，哎，笑眯眯，哦，啊，就知影，这就是安那，日日刻刻的神呐，所以我们就讲，你日日刻刻的神，小智吼。乃至讲你一个安尼笑容，也是安尼人真亲切，讲一个招呼，咱拢莫去忽略，这拢是咱的啥物专业。哦，啊，所以你即世你莫淡仔怨叹讲吼，奇怪，我甲伊都无冤无仇，伊是安尼对我着安那，哎，嘴臭鼻臭，到底是啥物原因啊？嘿，迄是在过去世，可能咱嘛是对人安尼吼，有讲安那讲嫌弃，嘿，讲气嫌着吼，啊，所以咱即世吼。你哩口口会捡来吼，所以咱即马会拄到诶，你即马拄到感觉吼，你讲啊，哪会拄到安尼种代志吼？诶，唔好怨叹啦吼，这拢是咱过去吼，无去注意到咱即个小诶善，还是小诶恶，啊，你哩口口捡来，吼，啊，所以咱若为着讲，咱以后会当吼，会使转变咱诶缘，所以咱即马就是你哩口口吼，加减捡，加减捡则袂散吼。所以这就是满业，这个满业，伊就会使圆满。哦，你看，不管是咱伫善，咱伫善的所在，还是伫恶的所在，哦，咱过去所做诶，咱在日日刻刻这个满业，无一定是善业，还是恶业。啊，毋过即种过去日日刻刻将来这个善业甲恶业吼，即种满业会当互咱伫即世吼。圆满来领受到咱所做诶善恶业诶果报，哦，所以你看，有诶虽然生做一只猫啊，也是生做一只狗啊，啊，毋过伊安那幸福美满，对无？啊，才只喵咪啊，幸福美满啊！哦，啊，来小晶晶甲小来只连着嘛，拢得啊，都会逗逗他，很喜欢他，对无？迄就是过去一日日哭哭捡来好无？啊，你看有诶，你安那，你迄。迄个马路上遐流浪狗，对无？伊是毋是已经是伊个因业啊？因业过去做个业，已经甲互伊牵绊，伊去投生着伫畜生道啊！啊，伊过去日日苦苦业，伊阁做了无解真好个时阵，啊，所以伊即摆捡来总共个伊个晚业，伊个果报就是安那啊！离路边有一顿无一顿啊，吹风捧日，对无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即个因缘果报吼。
拢是袂走向的，所以咱唔通去啊疏忽着讲，咱平常是一个真少的信念，也是讲真微细的信念，啊，甲咱平常时的言语，吼、哦，咱的讲话，哦，所以讲话真重要啊。咱要做一个神吼，可能吼、哦、要布施啦，要去做一个，要去做义工啊，要创啥物，是咪？你拢爱个？哎，投注你的时间呐、啊，啊，搁你的精神体力、啊、对无？哦，啊，好不容易安尼收一挂啊，哈，啊，结果嘿，两三句话就归安呐，还了了去啊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等你做业吼、哦，啥物你做上紧，头业，啊，所以咱吼、哦、会当甲咱的啊，晚业会当甲收较好嘞吼、哦，会使对头业做起，哦，人讲三年。学讲话，然后怎样？要学讲话，爱三年才学会好势，才讲会得体哈。三年学讲话，还、啊、要怎样？一辈子要学什么？嘿，有人讲出来啊，学闭嘴。因为吼、哦，为什么咱常常吼，迄一句话伫嘴里吼，今日然后吼，无讲袂爽。系啊，哎，尤其吼、哦，咱爱足注意的吼、哦，听到一个消息吼、哦，我甲你讲，你唔好讲讲。啊，结果吼、哦，连一句唔好讲讲，一句拢讲了。这就是咱做业的根本啊！哦，啊，所以咱爱真细致。哦，以前，我出家了，就做阮师傅的使者。阮做使者吼，有三项口业一定爱修甲真好。第一就是吼，阮袂泄露秘密，因为有真侪人去甲阮师傅一定做些啥物居士啦，啥物一定去拢甲倾吐心声嘛。啊，你使者伫边啊，一定是听上侪对无？不过你袂使甲即个技术的秘密讲安那，讲泄露去，讲个私人秘密。哦，啊，所以这种诶，我就感觉伫遐养成的这种心态吼，这种诶心态对一世人受用真非常诶大，所以大家嘛是拢爱甲大家共勉，咱也有这种诶心态。人来甲咱投诉虾米代志，人甲你倾诉虾米心声，人甲你讲虾米伊诶心内诶悄悄话，诶，咱拢安那，诶，要知道我们的嘴巴是死的，诶，人对咱才会信任。哦，我讲哦，人家讲你好，我跟你作熟嘞，我跟你讲，真济是非哦，啊，真济个人甲人个袂好势，拢是安尼来，哦，所以你遐学到的第一项，爱过关有资格去做使者的，就是吼、哦，不会泄露人家的秘密，啊，第二点就是吼、哦，不会打听人家的秘密，袂去探听人的秘密，你伫老和尚个边啊做使者，一定啊。你当边啊，共问一定，人一定会甲你回答对无？人绝对袂讲无甲你回答的对无？哎呀，啊，我们都会有一种道德，人想要讲啥物，互伊家己讲，咱莫去共探听。一个人进来，所以我常常吼无啥知影你叫啥名吼，唔知影你啥物吼，恁来动作真正常吼，因为你迄种我养成的习惯就是安尼吼，除非你家己甲我讲啦吼，啊无吼，可能吼你来听啥物，我也唔知影你是啥吼。我嘛唔知你对倒来，你咧创啥？我袂去共探听，甲伊做伙，甲我甲伊做伙，遐过我对你，我对我较早伊吼在做公司，我过是完全拢无了解吼，我拢唔知伊是对倒来倒位啥物，我拢袂去共探听这种代志。哦，啊，咱嘛是爱养成，其实这种是做人的一种的德行啦，咱莫去共探听人的秘密。人想要需要甲你讲啥，人会甲你自我介绍，甲你讲。咱无需要去拄到一个气氛咧，也是讲才熟识，就甲问讲，你住倒啊？你创啥啊？啊，恁家你几个囡仔吼？你啥物吼？哎呦，有一间叫姐姐，你有知影非常的穷啊，他儿子才刚往生啊吼，啊，就足爱问啦，就甲问讲吼，啊，恁囝伫倒咧做食头路啊？那好啊，人互人骂骂吼，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哦，啊，所以就是讲我们。讲话的一种道德、哦、所以我第二项就是吼，我袂去探听人的秘密，这种嘛是种个口业的持守吼。啊，第三就是我家己无秘密，嘿，咱坦诚相待。哦，啊，就是人来甲咱问，咱
会当互知影，咱就老实讲。啊，若伊无方便讲个代志，就甲讲吼，无方便讲，嘿，安尼就好啊。你无，咱无需要去讲一个白菜来甲骗你。安尼了解吼，安尼以后，人就知影讲，啊，即项甲你问，你无讲，啊，遐莫甲问啊，遐袂讲啊，安尼就好啊。人家就知道我们的为人是这样。啊，甲你问个时阵，啊。欸、你只要有讲的，人拢讲啊，这个人做实在，有讲的绝对是健康的。嗯哦、所以这就是咱的安那考验，修咱的考验。啊，在考验修起来的时阵吼，哇，咱所有的功德吼，拢修一半较低起来。啊，你搁做的遐滴滴扣扣，拢未留了了。哦，这上好修的，免成本，免本钱，搁免去选所在，搁免体力。嘿，只要学几项就好啊，吼。三年学讲话，一辈子学闭嘴。好、哦，该讲的讲，吼、哦、啊，要讲的需要讲的代志，咱爱学吼，讲话爱安那才会啊，才会安那得体。吼、哦，讲话爱讲嘟嘟好就好。吼、哦，啊，这种就是爱去学习的。哦，啊，过来的一辈子学闭嘴。其实伫咱世间内面吼，有真侪话是无需要讲的，加讲是加，尤其吼对。啊，当下的一寡新闻，真侪人吼、哦、看新闻了吼、哦，可能开真侪的时间甲性命，甲人这边讲了，即换这边批评了，换这边讲，哎，啊，讲讲的，请问啊，对向的，我常常问讲，啊，恁讲几套波吼，啊，对这项代志会解决未？因讲未啊，哎、欸，我也毋是政府，我也毋是迄个官员，我要怎解决？啊，无卖啊！解决你甲半工个性命拢囥伫遮要创啊！啊，因想讲，嗯，啊有影嘞。啊，咱常常安尼吼，不知不觉内面吼，咱就浪费足侪个性命。其实，如果讲咱会当透过咱听经闻法吼，咱若所有个变是会当甲咱时间拢欠起，甲咱该做个代志真认真去甲做哦好。咱该付出个所在，其实吼，国家一定会轻松。对不？咱就是大家吼、哦，开伤侪时间伫遐做一寡吼、哦、大众舆论于事无补的代志，对不？所以不管讲即马有啥物时事，有啥物消息，啊听了啊知影就好啊。如果讲你谈只讨论，谈只讲，对代志有帮助、有改善，恁就尽量去讨论。啊，若对代志无改善、无帮助吼、哦，咱就唔好浪浪费迄个性命。哎，譬如讲。哦啊！才过去921大地震啊，发生啊！咱听到这个新闻啊，你有实际的举动哦，大家参详一下。哎、欸，咱会当去帮助啥？哦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哎、欸，有诶，就讲有资源，我有车啦，我该斗载起。哎、欸，这是咪足实际？你会当对代志有帮助的，你才来讨论。啊，无帮助的，加淡仔哦，来背后讲风凉话。啊，迄就是唔先去哦，好啦，迄就是安那。请问讲遐有路用无？无咯，用是咪加做浪费咱的时间，浪费咱的性命，佮加做遐考验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而且吼，咱有这种熟悉，知影讲咱的因业佮缘业了后，咱就知影讲以后咱要安那好好来运用，来用咱的生命。诶、欸，其实咱的生命是非常的宝贵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而且吼，咱看。好、哦，如果讲咱若咱生伫善趣内面，就是讲咱做人，还是天然人呐、啊、吼。咱做人嘛，有个人可能是啊，脚啦、手啦，无法度讲啊，完全的健全，还是讲有个容貌有所缺陷呐、啊，啊，有个寿命较短啦，有个较搞破病啦，还是讲较贫穷啊，等这吼，这拢是安那。哎，虽然咱的因业是善的，所以咱生做人。啊，毋过咱的冤业有一寡无善的所在，就是过去遐里里口口无善的所在。哦，啊，所以伫遮，咱了解因业甲冤业，佮大家做一个结论，就是再次强调，咱爱对咱平常时里里口口的善业甲恶业，大家爱真斟酌，安尼了解吼？哎、嗯，安、欸啊、会记得这样代志，安尼以后咱的生活，咱对人。对人对事吼，咱就知影啦，知影咱的分寸，而且咱的性命会当过加靠意义。哦，啊，你若生伫畜生啊，恶鬼啊，哦，啊，有诶畜生甲恶鬼吼，伊嘛有安那，
哦，受用丰饶啊，迄是过去神业所感受到呀。才安那城隍爷啊，城隍爷虽然是算你鬼道啊，哦，啊唔过安那福报真大，伊过去报死啊，哦，啊唔过报死以前啊会算在鬼道，悭贪嘛，悭贪嘛，所以会算在鬼道。啊唔过伊真有福报啊，哦，所以感过去嘛拢甲大家。迄啰结善缘呐，啊，所以感得个福报就是，虽然即马做城隍爷咧，哦，啊，真侪人去甲安呐，去甲祭拜，哦，啊，迄啰去甲布施，即就是伊个因业，虽然唔是善，嘿，伊个因业无善，是生日克相道，也是讲生日鬼道，啊，不过伊个满业是善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念佛也是讲做善吼。咱会记哩，日日刻刻遐个细项个善恶业，咱嘛是爱真注意啊。所以唔好怨叹讲，我即世人我都拢做遐济大布施，做遐济大善事啊。啊，四界去共帮忙，我是安那来啊，拄着会坎坎坷坷。哦，咱就爱知影即个原因。过来第二项，咱爱知影个就是定业甲无定业、甲不定业、受业个差别。这里顶一届上课有甲大家小可讲过吼，定业就是讲咱已经做诶，啊一定会受果报诶，即种叫做定业，吼一定会受果报诶。即种一定会受果报诶定业咯吼，一般来讲拢是真强诶业，就是迄时阵我是用一种咧真猛烈的心呐吼。猛力心啊，或者是一个力哈、啊，哦，猛力心，哎，咱是一个真猛啊，真大哦，真有力这种的心吼啊，去做的业啊，这种做来的业，伊就会变作定业，就是一定会受果报。哦，就是讲我咧做这个业的时阵，我是一种真强的心力，一种决定心，哎。可比讲，哦，伊要杀一个人，伊是一个真千分、非常万分，哈、啊，这种的心呢，啊，真正是心狠手辣咧去甲杀的，哎，这种的就是安那，这种定业。啊，如果伊是安那真迟疑呀、啊，哦，他很迟疑呀、啊，哦，要甲杀，要甲杀，其实伊家己嘛足惊吓的，伊足惊的，哎，啊，但是嘛唔知有死无死，紧走，安尼就是安那，伊所做的这个业就安那。不定业，哦，有的可能伊个台是因为吼，伊个自我防卫啊，趁伊伫遐无注意，趁伊酒醉啊，紧嘞，我若无紧个台，我走袂出来，我叫掠来关伫遮，我嘛有危险、啊，所以伊种就是安那，是一种唔是猛力心，伊是一种真迟疑的心，已经很恐、很真惊吓、很惊恐的心啊，伊迄阵做来业，同款是杀业，不过对伊来讲，伊就是一种安那不定业，哎、欸。啊，如果讲是定业，咱是用一个真强的心去做的这种的业吼，这种的业，以后伊去感到果报，这种的力就非常的安那，非常的强，很强大。哦，以后会去感到什么种的果报嘞？是一定会感到的，嘿，真歹走向，这种叫做定业。不定业，哦，不定业啊，拄仔有讲啊，就是讲，咱咧做业的时阵啊，哦，咱做了了后，咱无可以继续增长的，啊是讲哦，咱是一个真惊吓的心，咱无真决定的心，是真迟疑的心，咱去做的，这种力量去做的，伊的做业的力量就加较弱，哦，所以啊，伊那哩。感这个果报的时阵吼，伊的次序伊就安那较慢成熟，这种叫做不定业。所以伊若较慢成熟的时候，咱是咪有机会去甲安那去甲转变？哦，所以如果讲我即马离这个不定业伊成熟进前吼，我阁做一个较新的业，啊是咪安尼相形之下，此长彼消嘛？你新的业先成熟，你先念佛，我先给到世界，所以这个不定业就安那。伊未将受果报，咱就先往生极乐世界了，对不？
啊，所以伊就不一定会受果报。哦，所以咱修净净土法门吼，咱来啊念佛，其实咱安那讲啊，会当脱离咱三婆世界的轮回，主要就是这个原因。用咱真用功念佛，哈、啊，很猛力的用功念佛，真勉力的心，啊，来用功念佛。所以咱这个，和咱的念佛，一变作是咧安那，很强猛的力量。啊，这种力量对安那，但咱的不定业阿未成熟进前，咱念佛先成熟，所以不定业会胳膊吼，啊，捉袂着咱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咱的念佛咧。功夫哦，爱先捉过，爱捉赢咱的过去的啊，这些所做的这些业吼。啊，那定业要安那，就是爱用咱的心去转。哎，定业会当转，咱一定会受果报，不过咱会使转。噶定业，咱拄讲过啊，定业是一种猛力心啊，所以所做的业一定是安那，是较重的业。啊，不过咱这个转业吼，啊，转咱的心念，就会当噶咱这个定业。本来是重业，会当甲转做轻业，哦，所以咱真用命来念佛，但这个力量非常的强，不但会当超过咱不定业，可以阿未成熟之前，咱就会当先解脱，未去受这个不定业。啊，对定业，因为咱的力量真强，所以伊本来是一个重业，会去受一个重报。不过因为咱这个身真强，所以会当改转伊的定业，伊的重业，你较重，伊就会安那较轻。对不？啊，所以伊本来是重业，伊就会当可能轻薄。哦，可能本来是爱，咱也都有讲啊，咱若较重的业，就是会变作安那隐业，对不？较重的业变隐业，所以改转做轻薄的时阵，伊就会变作把隐业转成变作啥物满业。哎，所以就是变作可能是即世人，你就是头痛，啊是讲哦啊一个骨年病，哎，啊是讲第一个胃当得。哎，带新命，吼，一个老病伫遐，安尼，啊，咱医都医袂好，看袂好，啊，所以你若有一个啥物病吼，看袂好，医袂好，死袂去，搁医袂好诶吼，你嘛莫伤烦恼吼，啊，如果咱着爱检讨咱即马，如果讲我即马诶心行吼，我是真哎用心啊，你修行真用心，咱诶心念诶，那表示讲吼，我即马所带诶即个病苦啊，即个啊无好诶代志吼，这是过去诶。重业吼，即定业重报转轻，所以迄时阵你莫为着即个病苦来烦恼，讲啊我拜佛啦，奈个求袂好，咱顶摆上课甲大家讲啊，来拜佛爱要求吼，你求好迄是安那，有人类以来不会发生过，啊所以咱愈了解即个业报的道理，咱就知影讲吼，啊咱迄个甲大家讲吼，咱甲佛菩萨要求会当求。爱安那才是真健康的球，咱就会当愈了解讲伊的原因是安怎，哦。过来，咱业做了后，不管定业还是不定业，咱要受这个业报的时间哦，有差别。哦，咱即马就爱来了解讲，咱受业报的时间吼，伊个差别伫倒。有个业，咱所做诶吼，即种叫做现世报，就是咱即世吼一定会去受即个果报诶，即种叫做现世报，今世绝对会感果的。哦，所以啊，真简单，有咱其实咱伫生活当中有真侪拢是现世报啊。明明就知影落雨，啊！你就偏偏要去压雨，等下你就随感冒。你莫淡仔看破讲哦，啊，拢家己无注意吼，啊，才淡仔讲吼，啊，我这过去业障清淡啦，所以安怎吼？你莫淡仔看大厝边吼，你若现世所造的业，咱现世也是像因果啊，真正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真正就是安尼啊。所以你现世所造的业，咱嘛是爱去注意。所以有个合佛人吼，颠倒吼，拢无去注意着因果，逐项拢推推互佛祖，有够冤枉的。毋是推互佛祖，着推互冤亲债主，哎，因真冤枉吼。毋是你拄着衰的代志，规拢冤亲债主吼，啊，毋是你拄着要求好的代志吼，规拢撒送互佛祖吼。咱爱知影因缘果报，有的是过去的因果，
为的是现世的因果。啊，你现世你家己安那？哎，食物件专门要食遐有诶无诶，食遐无健康诶物件，才牵拖讲吼，我是安那奈得癌症，我是安那奈得啥物病？哎，啊，你家己爱食槟榔，爱食薰，才咧讲你奈得啥物癌什么癌？这东西啊，那现世果报哦，你卖大行把行弄规拢推推哦，完清债主哦，有够冤枉的吼、哦。你完清债主会当边啊叫冤吼、哦，讲虽然我跟你有结冤仇吼，不过你这行病不是我。啊，所以你卖现主现世，你家己无注意，啊，四界去找师傅求消灾。我跟你讲吼、哦，你家己生活吼、哦，调好，困好饱，穿好鞋吼、哦，你病好一半。啊，你先卖淡仔怪讲拜佛拜袂好吼、哦。啊、所以咱第一就是咱来熟悉讲咱的业报，有一项就是咱的现世，现世的果报。哦，今生一定会感果的。哦，你看你今世，你这世人，你就安那对人常常安尼性地利利大，话东话大话细，你讲你人缘敢会好？你莫淡仔怪讲吼，迄冤亲债主吼，所以我才人缘才无好。嘿，啊。哎、欸，你咱家己，你做工课的时阵，清清菜菜，乐乐扯扯，啊，莫淡仔咧怪业障，讲吼，安内无公司要甲用，嘿、欸，安内头家无信任我，啊、哦，啊，所以有真侪拢，咱爱先检讨咱现世所做的因有做好无？啊，现世的因若拢做真好，啊，你阁拄着一挂啊，坎坎坷坷的代志，这才是过去的安那，过去的冤业。对无，哦，咱咧再来忏悔讲过去的冤业，无咱先啊，真侪学佛的人咯吼，人批评讲吼，啊学佛学较久啊，看伊迄落型，啊，逐工逐摆忏悔，毋知你拜忏一步搁一步，毋知你拜啥，毋知影，吼、哦，安尼了解吼、哦，就是讲吼、哦，咱学佛着爱甲咱现主世现世，咱的心口意的行为，拢爱会当改善，即咱着是上大的忏悔。嘿，比你去拜三宝的龙凤宝忏，搁较可贵。嘿，咱现世真济果报，你拄着的坎坎坷坷，就会使改善一半。嘿，啊，另外一半吼，迄过去世吼，啊，你则要讲要对啥物忏法，还是讲安那来改善？哦，还是讲要去改弯设计吼，迄则搁来讲。哦，就是讲咱不要忽略，唔通去疏忽着讲吼，咱现世所做的业。哦，搁来来生受报。就是讲，咱后一世会受报的，后一世都虽会受报的，大部分这拢是较重的业，也是较咱执着的所在，这就是后一世都虽会受报。哦，咱特别啊执着着你的厝，哎、啊，这个厝是你辛辛苦苦、勤勤俭俭才起起来，哦，你花了多少的精神靠家内面安那装潢安那设计起来的。无小心你往生啊！你搁执着这个厝吼，你来生受报，你随个来做这间厝的地基主。不管换几间厝的主人吼，你就一直当我做地基主吼。啊，你若是啊，这世人你可能是啊，当这个村、这个乡，当我做乡长、做村长的吼，你有影是真顾这百姓、真顾这村民啊。啊，你若是起一个执着心的，后边就来这做土地公哈。这东西一定诶，这就是来生所报。哦，啊，所以我记诶，这东西都是较善的。啊，那恶的更不用说了。哦，就是这你真执着诶，只，你无一定想讲吼，啊，我也无杀人放火，咱拢认为讲是杀人放火，也是抢劫，才是真重诶业哦。其实吼，咱真执着诶所在，很执着的地方，迄就是真重诶业。不管咱执着虾米种代志。嘿，这种的执着的所在，咱执着真重的，这就是会当牵绊着咱以后第一个受生，咱的受生去倒位，咱的轮转去倒位。所以，咱若想讲哦，要往生极乐世界嘞，你对佛号的支持啊，你的支持佛号吼，你得爱支持噶吼，比你世间内面所执着的代志，你搁较坚定，安尼你一定安那。一定会当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！不过咱常常拢无呢，拄着代志的时候，拢想讲吼，我有闲才来念佛，我这项代志先做好才来念佛，啊！等我退休的时候，我就会当好好啊念佛。啊！迄个有甲大家讲过啊，这项代志若要成功吼，是我想要做就会成功，啊！你若要等有闲才要做吼，啊！你得永远拢无闲，
哦，闲人不是等闲人嘛，不是闲人学不得。哦，咱第一个上课甲大家讲过啊。过来就是后生受报，就是各个后世一世，就是下一世再下一世，等于第三世以后才会受报诶。哦，第三世以后才会受报诶，就是讲其次，哎，其次种的业啦。哦，唔是上重的业，咱较无法执着其他利利扣扣的业，即个第三世以后才会受报。所以咱卖想讲吼，啊，我得做遮侪善，做遮侪好，啊是安那啊，我即卖胳膊奈干那安尼尔，因为伊的力量无法度强加吼，你现世就会当受用着。哦，啊念佛，有诶讲我念佛念十年、二十年，我嘛作认真，我嘛作拍拼啊，倒位强修，倒位打佛七，我四界去啊，我逐工嘛拢有做电课、做功课、做电课安尼念啊，啊是安那我诶生活，我所拄着诶遮个业报，奈拢无啥改善，是因为咱念香、念佛诶力量哦。啊，无法度提升，甲变作现世报的这个力量，因为咱会变作现世报，这个力量是爱足强的，而且是足劲的，甲咱很切身关系足劲的、足强的，咱才有可能会提前变作咱的现世报的力量。所以表示讲，咱念佛的功夫也无够遐，所以咱爱去打拼、去努力的，其实就是这个所在。哦，可咱念佛，甲咱的信愿心，甲咱的决定心的力，诶，这种的力量，会当增加，诶，现世就可以得到利益，啊，来生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来生就当往生极乐世界，哦，所以咱来打拼，咱来念佛功夫是伫遮。过来就是咱的作业，要感到果报，是有伊的顺序的，哦。你《俱舍论》里面啊，来宾讲啊，伊讲诸业余生时啊，随众尽跟串习。好好。好，没关系，隔壁而已哈。反正这里前面后面的他知道，哎，前面后面都可以停，他只要换个位置就行了。好，好，我跟咱给小妈讲，我跟，就是讲到诸业余生时啊，咱所做的业，这诸业就是咱所做的种种的造的业，哦，在咱生死的路上吼，随着下卡所讲的这四种的力量。来比较开讲是安那形式的，第一种就是安那重，等一个讲吼，第二种就是筋，第三种就是串习，第四种就是看到一项行者，吼，所以就是随着众进串习先做这四种，即前成熟。看倒一项先，就是倒一项先成熟。啊，这四项是有顺序的，优先顺序就是重、进、串习、先做，这四项去比较。这四项去比较，倒一个先有，就是迄个先成熟。嘿，迄项的业先成熟。所以咱等一下把这四项讲解了后，咱就知影讲，咱平常时的生活，咱要哪来修行，咱要哪来做。这是予咱会当符合，你希望你较重的是要担倒，啊希望你较轻的是要担倒，啊希望你平常时喘息的是要做啥，欸，啊你要先做啥，哦，啊咱的生命是咪，你得真有目标，真清楚啊，我爱安那做，哦，我这个学佛人，我爱安那做，这是真踏实，我修行的次第是爱安那行，哦，所以伫咱生死轮回内面啊，咱诸业的意思啊。哦，咱所做的业，咱会去感到意所的这种果报啊，伊是依照着咱的重业所做的业，那是较重的，伊会先成熟，这是第一个优先顺序，就是较重的。如果讲我做的业拢平平，无特别倒一项业是加较重，嘿，有的人就是平凡的啊，从小就这样平平凡凡的长大。啊，然后平平凡凡的结婚，还要平平凡凡的过一辈子，伊无特别做虾米较重的业嘛，
哦，拢每天就是这样子平平凡凡的生活而已。啊，无特别重的业，你的做的业拢差不多平淡的时阵，第二种的考虑会当予咱去轮回的力量吼，就是咱临命终的时阵，你是虾米种业先兴起？这个就是根，离咱临命终上近的业，这是第二个优先会当予咱去轮回的顺序。就是讲，虽然咱一世人内面，咱所做的业拢平平，无做啥物大好大歹，啊，毋过吼，咱临命终的时阵吼，偏偏你一个恶缘现前，你知安那？起嗔恨心，哇，这就是安那，加较强嘛。离你临命终是上近的迄个业，一定先成熟。啊，是讲临命终的时阵，你平常时无啥物特别大好大歹，毋过临命终的时阵呢，拄着神智识。哦，来，甲你开始，甲你引导讲吼，啊，你爱发愿哦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哇，起一个欢喜心，啊，就安那念佛就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有诶会真心生讲，啊，伊平常时啊拢无学佛啦，无你念佛是安那，啊，因来安尼，诶，临命终诶时阵吼，啊，大家去甲助念一下，就安尼遐好遐好相貌吼，啊，就遐好气，啊，就去极乐世界啊。啊，伊诶子孙搁看到伊阿弥陀佛来甲接，那有遐好康诶代志。诶，毋是有遐好个代志哈，因为伊就是咱诶业报诶形式内面吼，伊拄啊去下着第二项。虽然伊一世人无啥物大好大歹，嘿，伊就是无特别诶重业去甲牵绊，所以伊临命终去拄着神智识诶时阵安那，伊就是业尽嘛。最临命命中上尽诶即个业，伊就先成熟。所以咱平常时甲大家结善缘非常诶重要，无吼，诶，临命终诶时阵吼，啊。咱听到一个人看病，唔知上要来看你，唔知影，是神智识要来看你，还是完全在主要来看你，真歹讲吼。啊，不过这个决定性就会真悬，因为这是第二个咱来，互咱去首先轮回的力量，也决定性第二强的。啊，如果讲临命终的时阵，你嘛是平平，无啥物恶缘嘛，无啥物善缘，啊，都爱随着咱平常时安那串习多的，这就是第三个。第一甲第二，若拢平平，拢无特别强来讲，就是随着第三项，你平常时是做啥物做较侪。虽然你的生活真平凡，不过你平常时喘息较多，虽然真平凡，不过我加减我有咧念佛，安尼可能临命终的时阵你出来就是安那，就是念佛。啊，你若平常时安那，你是一个会计，平常时拢淡仔咧计算盘，淡仔咧计算机吼，你临命终的时阵吼，你的喘息就安那。拢是遐个数字，对无？哎，啊，这要去投生啥物吼？这就真歹讲啊！哎，可能你就是去投生一个吼，嘿，真够算数诶！你串习嘛，你串习力很强。哎，啊是吼，你平常时就是安那啊？哎，爱淡啊！哎，有个人就是爱啊，无代志就是爱做一寡小手艺品啦，做一寡小手工品啦吼，就把迄当兴趣啦吼，啊是做遐啊变一寡小吊饰变啥，哦，伊兴趣就是怪拢是厉害啦，做迄拢还是做甲很忘我吼，啊，迄个算讲家己命中先串习最多啊，啊若投生到人道以后，可能是真好诶一个叫啥物，哦，工巧明，哦，这手艺很好，啊毋过若投生伫畜生道会变做啥物？你捌看过帝都无哈？帝都迄要接一只帝都蜂，哦，我是来看到迄是个最大的艺术呢，有够厉害了。接个迄一个，啊，你捌看过迄蚕无？蚕宝宝。哦，要接迄个牛仔包吼，吼，我是来看到足复杂的，迄我嘛查无，叫我看我嘛看无。啊，所以就讲你随串习多，随串习多就是你随你到哪一道去吼。你嘛是同款迄落型，所以你会记得咱咧介予大家看迄个影片无？观世音菩萨视线做迄个女孩子嘛，啊，伊有讲，迄落以后她就通通，她就会什么？的确，你都可以娶到她啊。啊，不过这个女孩子她要什么？随业而嫁，不管吼，因即几个以后是生去倒一道吼，伊都爱去嫁伊。伊若生做狗，伊嘛是爱做狗去嫁伊。安尼了解无？哦，啊，所以串习多的话。无代表讲吼，你一定会阁继续做人吼。看你是串习伫倒位吼，你以后不管做鸟做狗，去轮回去倒伫做一道吼，就是你串习多，迄个就是先成熟。
吼、哦，所以咱平常时咱都爱注意啊，咱心心念念，咱会甲心念藏伫啥物所在？好、哦，所以第一届甲大家讲吼，爱叫大家讲爱珍重咱的心念吼。哎、哦，珍重心念那个那时候的影片你们还没有嘛？吼、哦，我再补传给你们，你们再补听吼。哎、哦，珍重心念这真重要。咱若无珍重咱的心念吼，咱平常时吼，咱都会甲咱的心念藏真侪时间甲气力，淡仔安那，为着真细项的代志吼，淡仔烦恼几啊天，烦恼几啊个月，哈，淡仔挂心吼，非常长的时间，甲咱的时间浪费伫遐，这也变成咱的喘息。咱讲一项，咱发生一项代志，还是讲一句话啊，无下咱听，其实迄是几秒钟就过去啊。啊，唔过吼，咱的淡。咱的心内吼，淡仔浸几啊天，浸几啊礼拜，系啊。我讲吼，迄读册嘛无遮认真，迄复习遐济届，一定是金榜题名，一定中状元，对无？啊，结果咱是安怎要解迄个烦恼？淡仔复习遐济届嘞吼。啊，咱平常时迄做神的，其实咱拢有迄种能量吼，所以唔好讲吼，我那考袂掉吼。其实咱拢有迄种能量吼，啊，莫甲咱的烦恼吼复习较济届，复习较济届吼，还较认真啊。吼，所以这第三个能量就是喘息。啊，如果讲第三项吼，咱喘息嘛，咱平常时所做诶拢差不多啦，无特别，都是行先加较强来讲吼，就是第四个顺序，就是看咱即世人内面。倒一项先做诶，先感报。哦，可能你啊，咱着一世人拢白来讲，啊，可能就是你较重诶，你先做诶，你少年诶时阵先做诶一项业，啊，伊甲你命中诶时阵着先说。啊，我讲一个实在诶业报吼，啊，阮以前伫我出家诶上主吼，有一个师傅，因俗家诶老爸，因是住桃园，啊，因古早是咧掠鱼诶。哎，而且咱古早真正就是民国初年吼，大家拢生活真困苦啊。只要有当讨趁，有当食，安尼就爱偷笑啊。啊，后来因老爸是得肺癌，得肺癌，甲伊临命终，虽然伊后来伊有念佛，啊，不过伊临命终的时阵吼，过去即个业报啊，业报来牵绊。哦，啊，虽然伫前来伊嘛是算真善良的人，啊，不过伊掠鱼啥物，迄种就是种的罪孽，对无？所以伊甲临命终的时阵，伊肺癌吼。啊！伊后来，伊个伊虽然佫有做真济善，啊，伊掠鱼加载吼，哎，后来有下苦日子个时阵吼，伊感觉真加载。伊迄阵掠鱼个时阵技术介歹吼，所以实在是常常拢掠无啥有。以前少年个时阵真怨叹讲吼，实在是掠无啥有吼，哎，歹讨趁。啊，即马食老，哎，下苦了后吼，讲加载以前掠无啥有。啊，伊后来钓鱼个个时阵吼，真正是业报现前。啊！伊第一个先业报现前的吼，真正是伊迄时阵吼，已经种伊个临终啊，啥物鸡拢白白啊！因为临终嘛是互伊足重个缘，啊！伊到晚年的时阵，拢引导伊念佛，拢互伊真重个缘啊。算讲家伊头前这三项拢较拍平啊，啊，拍较平了吼，到尾啊，伊真正是先所做先说。离伊临终之后时阵吼，伊已经看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都无去，阿弥陀佛无去，啊！后来出现的是啥呢？出现吼，一个人。因为阵就是气炎嘛，啊，伊拢强要袂喘气，淡仔，安尼啊，嘴开，啊，鼻拢打，安尼，啊，安尼强要袂喘气，安尼吼，啊，出现一个人，迄个人甲讲吼，你即摆安尼是我甲你用诶，啊，伊甲讲吼，啊，我你是哪，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是哪要甲我用安尼？啊，迄个人变作一只猫啊，嘿，啊，变作一只猫诶时阵吼，啊，伊则想起想起。伊伫足少年的时阵哦，因为伊往生的时阵已经八十几岁，要九十岁啊。伊足少年的时阵，十外岁啊时阵吼，啊，以前装卡就是安尼嘛，就是牛车嘛吼，啊少年就是牛车，啊就载物件安尼，啊伫牛条吼，佮有饲粉鸟，啊饲粉鸟以前拢是甲粉鸟饲喺牛条，啊就是粉鸟佮会再甲配关好心嘛，配牛关好心，伊会剁好心的。啊，结果有一天，伊就去牛条的时阵吼，就是看到吼一只猫啊吼去咬伊的粉鸟，啊，伊足气的吼，就咬迄只猫啊吼，咬
甲掠开吼，掠开的时阵吼，大家讲吼，妖怪妖怪，啊，就伊就足气的嘛吼，啊，因为以前迄就是算讲，遐分鸟啦，遐种算讲伊讨趁伊的性命吼，啊，就该足气只鸟，就该遐鸟，该嘴掠开吼，甲涂骹直直甲撸安尼吼，啊，撸撸的那个蛋咯。布袋内面吼，啊，甲拔开，甲等咧牛车顶吼，啊，伊就牛车就驶出去啊，啊，到半路的时阵，伊就等甲等出去尔，可能嘛无甲透去，啊，伊就等想开这样代志，嘿，就是迄只迄那只鸟，就想着讲伊少年嘞，啊，伊就紧甲阮迄个，就是甲因查某囝，甲因迄师傅讲吼，啊，伊少年的时阵吼，啊，有影做这样代志，伊想起来啊，伊来找我，伊来找我，啊，你紧甲讲，哎，我忏悔，啊，你紧甲讲，甲去超度。啊！拜托师傅甲超度，啊！迄个师傅哦，阮迄个师兄，就紧来，就带伊吼，甲迄只鸟回去咧，哎，啊，就开始甲念佛、甲上经、甲回向，啊，因就做认真咧，一直甲回向吼，回向了吼，啊，伊迄、那个迄隔离遐迄个，伊就较好喘气一点啊，啊，但迄个境界就拢无去啊，所以这就是很典型的，就是先所做，伊少年规拢白白，就少年先做的，先先，啊，迄个器官过去了，过来安那。就是那鱼啊，伊掠鱼嘛，你就知影，因掠鱼一定是啥，好开了就甲，等去恁船顶，啊，规个鱼啊，淡只离开水，对无？啊，所以伊到尾啊，真正就是安尼，嘿，啊，所以吼，伊迄阵家己安尼袂喘气的时阵吼，伊满脑子所现的拢是迄阵伊甲遐鱼啊，迄开遐规阵鱼啊，干嘛？规阵鱼我同我咧学，系啊。啊！伊就开始搁为着这项代志，搁今日搁忏悔，啊，一直念佛，一直念佛，一直回向，回向到遐境界拢无去。诶，伊真正迄嘛是哦，一关到一关啊！诶，经过几啊关了后吼，后来吼，阿弥陀佛来接伊，伊伫边啊，因新妇咧甲讲，因新妇嘛看到阿弥陀佛，因大官啊带阿弥陀佛去。哦，所以这就是安那先所做，佮临命终的时阵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实例吼。先所做会先成熟，你若拢白白的时阵，你先做会先成熟。哦，所以咱是安那讲，咱现主是已经下分了，咱来真斟酌，咱即嘛点踏踏度度，咱所做的业，而且咱嘛爱对咱即世啊，阿未下分之前所做的，咱爱安那爱去忏悔去改善。啊，若拄到的时阵，哦，你看改完色个，哦，啊过去的业啊，咱得加减啊，多修功德啊，来回向。所以今日等一下，佮大家讲啊，超荐的意义哦。咱要安那超荐，唔是讲哦，规个噜噜哦啊，我有去写白话啊吼，啊噜噜和师傅去拄上吼。解冤释结，解铃需要系铃人呐。啊，你家己无忏悔，你家己无修功德，你家己无回向吼，你就是讲吼，哎噜噜和别人去拄上都有效吼，还是佮一个善因尔哦。这个阿杜阿兰讲的这四项吼，好，随着动业根、甲串习、甲先所作，哦，因为这真重要，所以我阁说明一遍吼。随众就是咱的善恶业，倒一项较重，咱所做的动业会先显现。哦，所以咱得爱真斟酌，咱即世不管你偌生气，你真生气的时阵，千万唔好讲话。一个人，若你起无明，你生气的时阵吼，迄讲出来绝对无好话。吼，迄时阵做的业就会安那很猛烈，非常的难，哈，会变成重业。所以阿多有讲过啊，口业你做上紧，拢免本钱的。哦，因为免本钱的，咱才会安那，哎，遐感慨啦，很轻易就造出去了。你若好，你爱本钱的，你就安那。爱算一下，我有剩偌济，才有通布施偌济嘛。我有偌济时间，才有通去斗三工偌济，对无？啊，这免本钱吼，咱咧做有够紧诶吼，所以着爱真斟酌吼，做善做恶，做恶恶吼，嘿，规个拢家己赚诶吼，嘿，无人有法度家己替代。哦，所以这爱真注意，就是动业。哦，卖想讲我未杀人放火，未去抢物件，毋过吼，咱诶口业爱真注意。啊，搁咱诶意念。唔好起坏念头，因为咱若起坏念头的时阵吼，心头咱是干啦，内心内面感觉讲吼，无啥欢喜，哪会安尼？你若无回收去制止的时阵吼，即马看，伊哪会安尼看袂过？嘿，一看就讨厌，再看再讨厌，越看越讨厌，哇！你一直安那，一直串习，后边安那，你就会爆发。所以你一点啊，你的心念无好的时候，你就爱紧安那啊，
我去这歹的信念，去好的信念嘛是一念，去歹的信念嘛是一念。啊，我奈着去这歹的信念来浪费我的时间，我的生命嘞。哦，啊，你着安尼家家己的恶念就降服下来，唔好阁继续阁落去，好、哦，唔好继续阁落去教。哦，安尼咱的信念，也是咱的口业，才会袂变作咱的动业。哦，咱学佛了，真正咱的生意要造庄业机会较少。啊，不过咱爱真注意，就是咱的口业、甲咱的意业、甲咱的信念。再来金，就是咱所做的哎善恶业吼，啊，咱的轻重啦差不多的时阵，咱的善恶业啦差不多，咱临命终的时阵，倒一个业先现前，迄个业就会先成熟。咱临命终会去拄着啥物诶？所以平常时是安那，一定甲大家，咱这个主题叫做听经闻法的重要，是安那甲大家讲爱听经闻法。你若无听经闻法咧，咱临命终若拄着恶缘的时阵吼，咱就捡迄个恶缘生去啊。哎，拄着人来哦，这个人平常时就跟我气死老命的代志吼，谁叫你来？哦，谁叫你甲带来？哇，你就无法度去控制着家己的心量。啊，如果讲咱平常时咱有咧听经文法嘞，哦，咱临命终像恶缘也好，善缘也好，哦，阿弥陀佛，哎，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恁遮哦，这种娑婆的安那幻梦啊。这三婆的世界啊，拢敢像一张面网共款啊！哦，所以你就袂去学西去啊，你袂去学东西。所以平常时听经文法非常诶重要，咱无法度去把握着咱命中会去拄着虾米种人，拄着虾米种境界。毋过咱会当对咱听经文法内面去把握着咱诶心念，临命中诶时阵，不管拄着什么种的境界，不断拄到什么种的缘，顺缘啊逆缘，不过咱会当掌握着咱的心念，哎，安尼咱就袂安那随境，袂去捡咱临命中的这个境界，迄随境的业袂去登西去，哦，所以临命中的时候，就算讲是一个恶缘来现前，咱会随安那随转做善念，有你听经闻法嘛？即真讨厌人来啊！我要往生极乐世界，我第一个先来度你，对不？发这叫做菩提心，绝对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而且还上品生，发菩提心嘛。你平常时要听闻大乘法嘛，哦啊，所以你秒就快到一个恶缘，你等到发一个菩提心，不是成亲闻心呢？往生极乐世界还上品生，对不？哦啊，所以平常时听经闻法真重要。好，咱拄着境界的时阵，咱心念，咱要登西会非常的紧，而且是非常的自然，是咱打从心里真的这么想，唔是讲吼，书叫我爱安尼转吼，安尼，迄个你得搁一个曲折啊，唔是家己真，唔是家己欢喜甘愿的吼。啊，所以咱平常时听经闻法，爱家己的道理，家己的哦，佛陀教咱家己的吼，哦，爱。但咱的内心吼，会当甲消化，嘿，变作咱的真正咱的想法是安尼，哦，好，过来串习啊，阿多有讲过啊，咱那头前这个同业轻重拢差不多，临命中拄到的境界嘛差不多啊，那咧就是看咱平常时吼，啊，你是你串习啥物物件较济，先的就是嘿，啊，所以进前嘛捌甲大家。啊，讲遍过啊，哦，平时念下，即时用啊，啊，平时念下，即时用，平时念下，即时用的意思就是讲，你平常时的。平时念下，就是念下，就是指念头啦。你平常时的是什么种的念头较多？你紧急的时阵出来，就是什么种的念头？所以你看到迄一个囡仔吼，哎，那摔倒的时阵，还是拄到惊吓的代志的时阵吼，看伊是画像的，知影讲伊是像出来对无？哎，那画阿嬷的，知影讲这个阿嬷出来。啊，同款啊。你若是平常时吼，拄到危险、拄到紧急的时阵，你淡薄仔画阿，就知影讲这个无合群嘞。啊，若淡薄画阿弥陀佛，就知影讲这个有合群嘞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咱平常时是啥物种念头较侪，咱紧急的时阵出来，就是啥物种念头。
咱平常时呢是，若是讲咱正念无诶，啊，你着随境界去当西人吼，啊，可能即马拄着顺境，咱着安那哈欢喜笑欢喜笑眯眯，拄着逆境呢，啊，都、就是生气，这着是安那。你平常时是啥物念头？你紧急的时阵拄着境界出来，着是迄种念头。哦，所以咱来知影。咱若要想要，有个人甲师傅问讲，师傅安要安那灵命种个时阵，才有当把握会当往生极乐世界。我着先问讲，啊，你要安那把握？你平常时拢起啥物种念头？这才是重点啊！咱毋是去求迄个结果。所以回到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，咱谈佛祖遐谈啊求平安，求啥物？求往生极乐世界，要安那求会着？你爱安那求？发一个好愿，我要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你平常时爱安那做，对无？咱安尼做的时阵，咱紧急的时阵，临命终的时阵，啊是咱拄着顺缘，啊是逆缘的时阵，咱出来才是迄种物件。所以，甲佛菩萨会当求未？会当求。不过咱爱，咱顶界有讲过啊，咱爱真正确来求，唔好去求迄个吼没有因果观念的求。求我会当考到啥物学校？我去别甲你讲过啊。是爱发一个好愿了，哦，顺我这要圆满我这个好愿，哦，啊，佛菩萨做上好的安排，哦，就是会当圆满我这个愿的，和我上适合的，上适合我的因缘，对无？所以你心希望的迄、那个，无一定是上适合咱的，哦，所以一定爱先发好愿。发好愿，咱是发菩提愿嘛？啊，要圆满这个愿，佛菩萨好像圆满这个愿未？这嘛是随顺，真正是顺咱的因果的。这种的愿，才会当如愿以偿啊！哦，无咱若违背因果的，光是这样求的话，啊，你敢去信神明、信啥妈祖安尼去遐求，还是讲你去抽灵签、卜下卦安尼求，毋是差不多对无？哦，所以学佛加其他。信用无同款的所在，就是伫遮。哦，咱已经学佛啦，咱就爱知影佛法真殊胜的所在，莫阁甲佛法真殊胜的所在吼，甲摕来甲一般吼，一般这样子来使用，安尼你会感觉讲啊，安尼拜来拜去，敢若我甲伊讲过啊，你着因缘业报，就是拄好行到遐，啊你拄好拜到即阵讲，哎啥啥，你着讲吼啊拜即个有效。对无，啊！你若你业缘因报，因缘果报，就是到遮时阵，阁袂好势。你拜三尊，拜三个宗教嘛无效，嘿！啊！你着淡仔牵拖，这就是毋知影因果。啊！咱爱知影佛法甲咱教的，是予咱真清楚因果。啊！咱是真清楚了，啊！咱去做，咱心内是毋是真踏实？因为知影讲，嘿，这就是安尼啊。所以等因缘还袂到的时阵，我会紧张袂。袂啊，袂讲哦，啊，我来学佛学到安尼，我阁病到安尼，病袂好。我来学佛学到安尼，我来拄着遮个逆缘吼，拢安尼坎坎坷坷，哦，咱个正念才会有吼。哦，所以咱讲平常时是啥物种个念头，紧急就是啥物种个念头。所以咱学佛人，咱爱去训练个，就是咱平常时爱去把握着咱个念头是一个正念。是一个善念，是一个好的念，而且这个好的念会当常熟啊，不是干那一念好念好的念头，啊是安尼念佛，安尼喷喷念几句啊，安尼尔吼。啊，你来喷喷来念几句啊，你跟阿弥陀佛点头之交，你临命终的时候怎么渴望他来救拔你？哦，你要跟阿弥陀佛要变成知己哈。哎，知己的是咪什么代志拢去找伊对无？啊，你阿弥陀佛，你在什么时阵？你时时刻刻，你都有这个正念，有善的念，有阿弥陀佛的念。啊，你拄着代志的时阵，才有可能讲吼，你起来就是阿弥陀佛的念嘛。哦，这就是串习。过来先所做，啊，先所做就是先做先啦。啊，咱对即马开，今仔日开始对即马开始，过去已经做的吼。有先有进前，有先有后吼，这拢无法度去改变啊。不过对即马来讲，就是安那，咱会当改变的，就是即马。对即马开始，咱就爱好好啊注意着，咱今日所甲大家提醒的，咱的心口意业。嘿，你先做啥，后边先学学，就是遐。所以咱千万吼，莫过去做一寡去，甲咱的时间生命去浪费，淡仔哩去烦恼，也是。
起无好诶信念，拄着逆诶缘无好诶缘，嘿啊，咱卖起亲分，诶，因为即个亲分啊，也是讲咱起无好诶念头啊，到尾啊拢安那，即亲分心，即个火吼，拢是烧家己啦。咱诶亲分心绝对袂去烧着你对方，互你气死老命迄个人，对无？诶，气是气你家己对无？哦，所以才阮以前去教西村上了解啊。嘿，尤其阮教后段班的吼，迄学生最高兴的是吼，甲迄女老师甲人吼作生气，伊就当下卡笑，就欢喜的。哦，所以你就知影讲哦，那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是什么？快乐你的冤亲债主，对不？伊上欢喜就是甲人生气，伊就上欢喜，对不？啊，所以你那就趁着他的意让他生气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阮后来，阮的同事之间吼，阮大家都嘛看破这一点，所以我们教后段班的，我们到最后了讲吼，嘿，你都调理不过来，然后你生气，你都好做欢喜，拢未生气吼，伊都无你烦。啊，同款啊，咱拄着逆缘的时阵吼，你都爱有这种的心态。哎呀，我那会着甲你生气，我要生气，我不爱生气，那会着，那会着，我的心情那会着，互你决定。吼，咱来做家己的主人啊，吼，莫把别人做主人。好，啊，咱知影，咱的业报的前后了后，过来就是爱知影讲吼，咱念佛人，咱修行人吼，咱要来应对，啊，拄啊这四项啊，随众尽串习跟先所作，咱要来应对。第一就是咱平常时就是爱来学随缘，哦，倒一种因缘生息息，咱就会对倒位去。啊，带来道理，甲咱讲，咱知影嘛？什么因缘生息息，就对倒去。所以咱就知影，咱平常时就爱安那增多善根因缘，咱就爱增加咱的善根，啊，甲增加咱的因缘，这就是随缘。随着咱拄到什么的缘，咱拢爱踮遐去培养咱的善根，啊，去结咱的好的因缘。咱拄到逆缘，咱若生气，安尼是咪结歹缘啊？啊，咱若拄到无好的缘呢？啊，咱看破迄个因缘，知影讲吼，哦，这因缘就是安尼，我无需要生气，哦，我即马会当做啥，会当帮助啥，啊，伊就是无法度来挑剔来甲我做孽个，吼，啊，我着以后发愿吼，啊，发愿吼来度伊，吼，我希望伊即马甲伊熟悉个缘，虽然是一个无好个缘，不过我希望啦，伊即个缘呢，以后咱拢会当做菩提灌输。你个你即个逆缘内面，你发一个好愿，这就是安那。正咱的善根因缘，咱随着不管咱拄着好的缘、无好的缘、顺的缘，还是逆的缘，咱拢安那，拢爱来甲正善根因缘来累积咱的资粮，这就是咱平常时爱去做的。好，咱了解咱的因缘果报了，咱爱去做的，这就是很积极的。第二项呢，就是随念。咱阿多知影，对阿多业报内面，咱实在着讲哦，咱临命终的时阵，是咪咱的心念向倒一边，咱着决定咱要去倒位。所以咱平常时啊，咱阿多有讲啊，平时念下即时用啊，平常时是啥物念头，紧急的时阵就是啥物念头。所以临命终的时阵嘛是啥物念头，因为临命终的时阵八苦交煎啊，这是咪上紧急的？咱还知呢，咱。之前捌甲大家讲过啊，恁家娶一个新妇，也是加添一个孙吼，恁家是加一个人。啊，不过对恁新妇、对恁孙来讲吼，是拄着真侪人，所以对伊的心情来讲是真惊吓的，对不？啊，恁家若过身一个人嘞，对恁来讲是干啊？失去一个人尔，你着一下那伤心啊？啊，不过若对死去迄个人来讲嘞，伊是咪爱惜别所有伊真熟悉、真亲的人？也愈艰苦呗，愈唔甘呗。啊，你若是倒伫遐迄个嘞，你挡会牢，你扎会牢呗。你看恁家，你敢那离开一个人，你都挡袂牢啊。啊，你叫你即马是咧离开你所有的人，你的心力情何以堪呐、啊？你扎会牢呗。所以这平常时咱就爱有这种的训练，就是咱的正念正知。唔无到临命终的时阵吼，真正有诶到临命终的时阵。他那时候的孤单、寂寞、惊吓，因为真正你要辞别一切的人哎，而且你要辞别你最熟悉的环境哎，往何处去不知道哎，所以有时啊，真侪人到临命终的时候那种的恐慌，本来是平常时都一世人都有在学佛的，不过临命终的恐慌让他什么
血液流转，我都去极乐世界，让他投生到什么畜生道，因为恐慌那个就是愚痴嘛，咱投生这畜生，就随他一日几世人，你引导一直做啥？哎，都一天吼，因孙啊，就摸一只狗狗，妈妈，我们要来饲这只狗狗，把你摸回去饲哦，这我拢度过啊，吼。哦啊，所以吼，但是平常时的正念正知的培养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平常时咱唔是干那念佛尔，念佛是一种的正念。啊，唔过咱平常时才阿多啊，甲大家讲的，咱拄着代志的时阵，咱知影讲爱起善的念，咱知影这是因缘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咱的心情无需要由别人来决定。哦，咱有这种的，这就是干那起正思维，这种的就是一种正念正知，嘿。正确的知见，哦，正确的知见，就让咱未拄着代志，不管顺缘逆缘，咱未真紧就起烦恼。啊，是讲咱是凡夫，一定会起烦恼。不过咱咧起烦恼呢，啊，迄顶两节课有甲大家讲过，莫起遐久的三日呗。你会当生气，啊，数到十就好了，啊，数到十你要赶快结束你的生气。欸，你会使伤心，啊，靠，啊，我。哎，我迄个捌甲大家讲过吼，哎，阮之前有一个老婆生吼，伊足趣味诶，伊自家囝教孙拢安尼吼。如果因囝若咧怒啊，因孙若淡薄咧哭诶时阵吼，伊不管淡薄咧甲伊讲啥，阿妈长阿妈短，伊拢无爱甲听，伊拢讲等你哭好则过来讲。啊，等一下吼，因孙着足古锥诶吼，啊，着来讲阿妈，我哭好啊。伊着讲啊，你哭好啊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你讲，伊讲啊，哭好啊，免讲。所以哦，伊带孙偌轻松嘞，所以吼，就是讲，咱伤心啊，啥物，你莫会当哭，会当烦恼，咱是个人烦恼，真难免。啊，毋过咱时间莫遐久，哦，咱爱会当安那提起着咱的正念，知影讲吼，去看清着讲，啊，我安尼伤心，我安尼想起，对即项代志，对我所烦恼的代志，敢有路用？无路用啊，无帮助啊！我现在要做一寡有帮助的代志，对无？有当因缘行到遮，是安那代志发生，噶是安尼，迄就是因缘行到遮。即马目前的因缘成熟度，就是干那安尼尔。你要搁求讲吼，啊，伊即马爱真圆满，无法度啊。就敢像讲，即项药啊食落去，啊，伊即马都会当干好到遮尔。你要叫伊完全好起来，敢有可能？无法度啊！你一直要求一个100分。无法度嘛，哦，所以就是咱学佛，就是爱学讲，知影讲因缘，即摆因缘就是行到遮，所以伊个圆满度就是安尼尔。哦，我了解啊，所以你当只搁起烦恼，搁当摆伤心怨叹，也是讲啊，你感觉啊很遗憾，拢无效，对迄个代志没有帮助啊。所以咱迄就是爱起咱的正念正知，起咱的正念正知，讲，我爱去思维讲，即摆我做啥物代志是有效的。哦，才讲厝里啊，你的至亲啊，若无伫咧过世，你敢淡仔顾脚有效无？无效啊！你爱去想一个讲，我即马是爱做啥物代志是有帮助的，对无？对即项代志，对伊有帮助，对我嘛有帮助的。哦，啊，所以佛陀甲咱引导的，厝里有惯俗啊，若过世，咱就爱安那去正念，毋好淡仔敢淡仔顾脚，去正念啊，甲伊的啊丧事甲办落好，啊，过来就是安那加念佛。哦，啊，来回向予伊，啊嘛引导伊带恁念佛。如果伊的心识啊未去投生，你着引导伊讲，我即马念佛咯。啊，咱大家念佛，啊，你爱带阮念无？你甲引导。啊，人古早人讲死人伫死人伫啦，你安那甲引导，伊着是安那，伊着是带你去。因为迄时阵伊是六神无主，很惶恐啊。啊，拄甲大家讲过啊，咱临命终的时阵，你是识别一切的人诶，识别你足足熟悉即个环境诶。你看这真正你想你是叫做理想背景，要甲自己出发哈啊，所以迄阵是真惊遐。你若理想背景自己出发的时候，你自己想嘛，你家己，你若去，你去外国，你家己安尼想，是毋是人真亲切，甲你招呼一下，你就去啊，对无？啊，人若往生的时阵，其实就是迄种的心情甲心态。你阵是真惊遐，安尼六神无主，毋知要去倒的时阵。你甲引导啥，伊就缀去。所以迄种若是拄着恶缘，甲引去嘛是引去。拄着魔神啊嘛是甲牵去。嘿，啊是拄着神智识啊嘛是甲牵，对个牵去阿弥陀佛遐。哦，啊所以若拄着怪兽有，拄着处理有拄着的时阵，啊你就是咱就是爱去甲安那，互伊正常个甲引导讲啊，哎，
甲阮做点点念佛。哦，啊，咱超过业障，阿弥陀佛来甲你接引的时阵，你就带阿弥陀佛去，顶顶安尼来甲引导，这才是有对代志有路用的嘛，对不？很正向的，哦，所以这就是平常时正念正知的培养。咱拄着代志的时候才知影要哪做，无拄着代志，咱干阿淡啊，顾考顾生气顾烦恼，哎，六神无主嘛，好、哦。再来第三就是随缘，平常时一定爱发愿。咱平常时心内若拢无愿，咱临命终的时阵，咱心内就无知哦。所以临命终的心愿是啥物咧？就决定咱往生了后要去倒位哦。所以愿呢是一种的引导啊。哦，咱若会当啊一向专念啊念念相续哦，咱的愿力就是安尼哦。大家拢阿无往生的经验，不过大家有迷茫的经验。梦中你阁有学佛无？梦中你阁不管拄着顺逆境，你阁会记咧念佛无？大部分咱梦中吼拄着逆境会记咧念佛，不过梦中若顺境吼，可能拢袂记咧有学佛，对无？哦，所以这就是学佛人吼，咱常常很容易疏忽的地方，咱会把咱的心单都藏里吼，对峙逆境。唔过吼，我们常常疏忽吼，咱去疏忽着讲吼，咱顺境也要什么正念修行，这是咱很容易疏忽的。当咱无逆境的时阵，咱是咪会当好好啊把持正念？如果讲咱平常时顺境的时阵，咱嘛会当把持着正念的时阵，你梦中无拄着逆境，你平常时真生活琐事的梦，你梦中同款是你是一个学佛的人，你真有正念，你会晓念佛。啊，如果梦中吼是一个无拄着逆境、无拄着惊吓的代志吼，你完全袂记咧念佛啊，你嘛是对平常时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那就表示讲你平常时爱搁拍拼的所在伫倒位啊吼，倒位功夫搁下无够。好、哦，这就是第三项，甲大家讲的爱随缘。好，啊，过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影片吼。当科学家。欸好像这个好像还有一个呢，等一下哈、哦，我还有一个影片，哇，我用单独播放好了，我好像连开启档案连错了档案，有一个啊麦饼男孩的三世因果。他要四处去化缘哈，他念了三个月都没有人去理他。好，没关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卖饼的人看到这情，他就很不忍呐、啊，他觉得很可怜，就把他卖饼的钱给他，给卖饼的钱给他。啊！伊就家卖饼的钱吼，规个拢吼报死吼，迄个老和尚要起死掉迄个老和尚。啊！伊就安尼带动吼，规镇的人，大家拢吼真欢喜吼，啊，拢来报死，啊，大家就把这个庙起起来。啊，伊就非常的感激啊，吼、哦，甲伊讲哦，你以后若有困难吼、哦，你今日做一个真大的功德事啊，你以后若有困难会当来寺里找我，吼、哦，因为这个老和尚其实伊是一个已经得道的老和尚了，伊知影这个男孩的因果，嗯，啊后来因为伊甲伊的钱报死出去啊，啊个头家吼就甲赶走哈，哎、哦。欸啊，后来伊就是变做去做乞食吼，常常拢枵巴肚。啊，后来伊阁破病，目睭嘛青袂去啊。嘿。好，伊就想着讲，迄个老和尚迄时阵哦，伊就来这个寺庙吼，过来找这个老和尚来甲帮忙。
来个讲明仔有一个大好法来来啊！啊，而且咱嘛知影吼、啊，不要以貌取人呐、啊、吼。啊，这个过一天，大家拢哪样无看人啊？那个大好法伫倒位啊？问讲大好法哪会无来啊？老和尚就问讲，今日敢无人来过？我讲，敢有一个去食囡仔来尔啦，我就啊去食囡仔来，所以阮就规个班头给伊就好啊。啊，伊就叫人进去叫啊，这个就是因的大大方法啦，是伊带动吼，才让伊的事业当起起来。啊，因为这个囡仔因为痴迷，所以行袂紧啊，吼，所以人就甲吹掉啊。咱上了哎，古早迄就是迄落西昆吼，上了西昆淹死啊吼。啊，人就感觉讲是啊，那会做好代志，那会往死啊。即咱现主持嘛，拢会拄着啊。哦，啊，咱来了解这段的因果是安怎吼。哦，一切三世的因果啦。因为这个男孩吼，过去做真侪业，伊爱承受三世的恶报来偿还。这就阿杜阿兰讲诶，众业轻报，诶，三世第一世得病，第二世痴迷，第三世摄死。啊，因为伊这世吼，啊非常强诶善业啦，所以三世诶罪业吼，一世众业轻报。哎，他已经转生到富贵人家。所以咱也是啊，做真侪善事，而且佫承受着真侪苦报吼。诶、欸，咱唔通怨叹，这是过去，是因为你即卖行善，才有法度甲动业轻报，会当转报吼。所以唔好吼，哎、欸，佛菩萨你听受哩，你佫淡仔怨叹，吼你要后边莫佫去轮回去受遐个动报啊。因为你即个学佛，佮知影你受这个报吼，你佮会使继续学佛，后背先受遐个报吼，可能就继续造业嘛，你就唔是安尼啊，吼。所以咱平常时即个零零扣扣的小善小恶爱真注意吼，小恶不要造啊，小善啊不要忘失吼。